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今天吃的是炒面，这个炒面超级赞。看到上面丰富的肚丝、猪肝，还有腰子。这个是我们这边最出名的蟹黄汤包，肉松小贝。我要赶快吃这个蟹黄汤包，因为它冷了就很腥，不太好吃。我刚刚示范的是错误的吃法，那样吃进去真是太烫了。传统的正确的应该怎么吃呢？哎，大家避免这段尴尬。啊，我就先吸汤。口红粘在上面了。擦掉。吸汤。很多人吃这个蟹黄汤包喜欢蘸醋吃，那我觉得你们不要蘸哦，或者吃第一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蘸醋，不然你们吃不到它原本的鲜味儿。第一口气，这么说，蟹黄汤包一定要在店里面吃。带回来的话，你真的没有他那边蒸的好，水蒸气把那个皮儿都变得很容易破了。
我吃过很多家三星炒面，但我觉得这家是最赞的，因为它给的东西不像其他的时候，火腿肠、批肚啊什么的，它真的给超多的，猪肝、腰子、肚丝什么的。你们那儿的三星面一般都放什么？那我感觉每个地方的三星面好像都不太一样。面条都快吃完了，还有这么多肚丝、腰子和猪肝，是不是非常良心？
肉松小贝。我好想再吃一个啊，但是我得忍住，因为这边有四个，我是打算啊，我自己一个，我妈妈一个，爸爸一个，我老公一个，忍住，我是一个有分享精神的人。